你好，李老师。你好啊。请问什么是人参啊？啊，人参呢，就是两碗茶，一碗呢是甜的，一碗是苦的。如果你先喝苦的，剩下那一碗一定是甜的；如果你先喝甜的，剩下那一碗一定是苦的。你好，聂老师。你好，请教你一个问题。请讲。是先成家呢，还是先立业呢？成家就是种庄稼，立业就是打麻将。先种上庄稼，再去打麻将，麻将打赢了，庄稼也熟了；麻将打输了，你还有庄稼。所以说，先去种庄稼，再去打麻将。聂老师好。你好啊。请问夫妻之间经常吵架怎么办？丈夫是用来崇拜的，妻子是用来宠爱的。男人千万不要和女人理论，因为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一位女哲学家。聂老师，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，您是觉得在家庭中一个男人强还是女人强，哪个更重要呢？这个问题呢，就叫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。天要下雨，你就接水；天要出太阳，你就晒太阳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明白。聂老师好。你好。请问什么叫智慧？智慧就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。那请问什么叫聪明？聪明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。篇火热实拍群社区，微信搜一搜六篇，关注公众号即可进群。